好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好，有请我们小胖子给大家拉一下这个三米高的渔网啊！好，挂钩，从头搞到尾啊！看一下我们这个网啊，这个坠子是加重的啊，这个渔网的话，某宝里面就有啊，三米高加重的，大概六斤左右这个渔网。好，开始。下网是没有声音哦，你看一下，全静音下网。船的话定速巡航，前进后退，灯光晚上的话也可以使用的哈。看到我视频的那些老总啊，家里面有鱼塘的是吧，有水库的一定要注意一下，提防一下啊。这个晚上呢，你看黑灯瞎火的，是不是拉网又没有声音，一晚上搞个百八斤的话就玩一样啊。拉的这个渔网啊是三米高，三米高啊，那个重的话是六斤左右，这个是在某宝里面买的，属于是加重成网啊。看一下这个拉网速度，水库里面啊，还有河里面啊，只要水流不是特别急，包括海里面啊，浪不是特别大，都可以使用啊。这一款船最大拉一到六米高的渔网啊，那个渔网的重量在八斤之内的都可以干完。然后上面几个视频啊，然后对岸来那边有人在那里钓鱼啊，很多那个喷子就在那里说有人拉，知道吧？那这里离那都两三百米嘞，是吧？两三百米有必要这样做吗？这个船力度是真的很大啊，没有必要说搞个人在那边拉。好，脱钩。回来，我们是在水库里面啊，看一下啊，这个水的话属于是比较平静的啊，只要你是河里面啊，江里面啊，只要水浪不是特别特别大的那种是没关系。然后什么其他的你可以看一下我其他完整视频啊，有需要的直接小黄车左下角直接点进来就可以了。 OK，全船不锈钢啊，整船的话11公斤左右。